欢迎收睇市多足球总会十一人草地联赛 Monster 对 Pandas 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着住粉红衫嘅 Pandas 啦，而蓝衫就系 Monster。咁啊，呢边嚟个近门施射，龙门挡到底一下嘅，之后传翻去中间，再射埋去龙门刀锋度啊！咁啊，开波冇几耐啫 ，Monster 门将咧就已经连翻扑救啦。睇下呢边呢个攻势点样啦，个波继续咧都系 Pandas 脚下嘅，右边有队友嘅，决定自己嚟脚远射，今次又俾系 Monster 门将没收啊！呢边继续 Pandas 左路嘅攻势，一个转身好潇洒，两个埋壁都照样俾佢出到，传埋中间一顶入网啊 ！Pandas 打开纪录，领先1-0，入波嘅咧就系郭祖威。咁呢度咧，其實已經有兩個紫衫啦、紫藍衫啦埋去逼噶啦。咁但係咧，阻止唔到對手嘅傳中。嚟到呢度咧，照樣都有兩個咧藍衫咧去夾住阿郭祖威嘅，但係都俾佢頂到。呢段回翻後，即刻走入禁區裏邊攞到嘅，望中間又見到佢，斬埋中間，射個空籠，追成1-1平手啊 ！Monster。为 Monster 追成平手嘅咧就系伍志豪啊，咁啊呢度咧见到 Pandas 咧有球员举手啦，就谂住步越位，点知一拧转身咧先发觉，哇原来后面仲有两个粉红衫喺度啊，咁啊仲要走甩咗远处嘅伍志豪啦，咁俾佢射入网就追成1-1平手，之后呢边咧又去翻 Pandas 攻势啊，你来我往一人一脚噶啦，呢一射埋去龙门将个波接实，咁啊其实 Monster 门将表现都几出色噶。有幾個波咧，我都覺得係幾咁棒噶啦，都俾佢救到啊！呢個長傳上去咧，本身冇乜威脅嘅，點知三個藍衫都封唔到呢球波，漏咗埋去，龍門喝到第一下，即刻解圍啦！長波放上去 ，Monster 頂到第一點，跟住落翻 Pandas 腳下，即刻打反擊啦！呢度好快加速到禁區裏面，一射埋去。再度領先2-1，入波咧郭祖威，咁啊佢梅開二度噶啦喎，呢度啦兩個紫衫埋去擁都解圍唔到呢球，結果咧就俾粉紅衫嘅 Pandas 即刻打個反擊啦，郭祖威好快加速入到去，幫 Pandas 咧再度領先，咁啊上半場咧 Pandas 領先2-1，下半場咧就到藍衫嘅 Monster 開波。呢边后场一个长传放上去，突破咗越位噶啦，咁但系蓝衫回身都回得快嘅，呢度一个加速落埋底线，你个窄角度施射就未能够命中目标。之后反击系嚟自呢度 Monster 啦，入埋禁区里边，俾对手一困，球证就好果断啦，直指12码点。吓呢脚射成点啦？一射埋去龙门捉错路 ，Monster 再度追成平手啊！入波咧就系朱伟新，呢边见到 Pandas 攻势，回翻后放个长传上去，呢边自己加速入禁区啦，单对单面对龙门，选择还传，好淡定，传到俾黄子峰。咁啊，傳波嘅咧就係郭祖威啦，佢係入兩球一助攻啦。呢度又係速度，頭先都見識過佢啲速度噶啦，推入禁區裏面，今次啊仲淡定啲，傳埋俾黃子峰射個空門啊。比數嚟到3-2，之後見到 Monster 攻勢，右路斬埋中間，應該有一兩個粉紅衫困到之後咧，最後個波就落咗去 Monster 球員腳下射入啊。系啦，冇错啦，入波咧就系杨永成啊，呢个斩埋去啦，第一下掂都系粉红衫，第二下咧好似都系落喺粉红衫脚下，定系杨永成咧，镜头就交代得唔系太清楚。但系 Monster 又再度追成平手啦，呢边走入禁区里边，蓝衫困到嘅龙门即刻出嚟救噶啦，但系继续落翻喺粉红衫脚下，门前又再解围啊！呢边 Monster 攻势。右路吸埋去中间噶啦，点样做？攞翻左脚谂住凹啊，争紧少少，咁样睇可能争一两个波位嘅啫，中笼就有噶啦呢啲波。最后一球罚球，一射即射，淡定入网啊！
Monster 首度領先4-3，相當刺激的一場比賽。入波嘅又係朱偉新，佢都入兩球啦，今場。Monster 就三度落後，三度追平，而家仲要領先埋添。最急嘅咧就輪到 Pandas 啦，呢度一路望遠處噶啦，一斬埋去，落點幾好嘅，一頂埋去，應該彈地波，可惜唔中目標啊！比賽末段有球比較遠嘅罰球，直接斬入去。Monster 解圍解到球證都吹完場啦，最後 Monster 贏4-3。